念佛是所有法门里面最殊胜的法门，因为念这句佛号不但与阿弥陀佛感应的，同时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应道交。诸位想想这个力量多大呢？所以即使是阿鼻地狱的罪业，他能够相信，他肯念这句阿弥陀佛求愿往生，叫阿鼻地狱也能够立即超生净土。换一句话说，阿鼻地狱众生一念之间可以圆成佛道。诸位想想看，除这个法门之外还有什么法门能有这么殊胜？正因为这个道理，所以十方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赞叹念佛法门啊，没有一尊佛不劝人求生极乐世界。所以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菩萨共同的愿望，他才有这么大的效力，消除一切重罪业障啊。阿弥陀佛。